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来收看今天的节目吼。来，人类进步，足侪方面拢进步。当然，伫人类的思考、心灵，以及人类对世界的看法，人类对神的看法，嘛是要进步。信仰往哪进步？可能有人讲信仰要哪进步啦？这信仰种物件，自古早到即马，有神就有神，无神就无神，要哪进步？信仰有足大进步的空间。我咧讲信仰的进步，就是咧指人对神的看法。你讲包括基督教，基督教有咧进步无？基督教进步真多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基督教对以前遵守仪式，讲啊，上帝叫我安尼做，啊，我就安尼做，我乖乖啊做，我嘛唔知影为虾米。但是到即马基督教愈来愈进步，就是讲，咱即马开始会了解，哦，是安怎当年上帝要叫伊安尼做。咱人是安怎会遵守这种物件？哦，咱人为什么要安尼？这信仰，这有在进步，这有在进步。我举例来讲，即卖这少年人，伊拢常常感觉讲啊，这什么啊一夜情啦，哦啊男女发生关系啦，这靠啥要紧？这无啥物要紧嘛。以前对着讲男女，哦，咱都爱无结婚爱性结。咱未当无结婚就发生关系。以前这种想法是一种道德，是一种道德。经过这么多年，经过现实环境的考验，基督教对着男女的界线，对着两性的关系，基督教的原则无改变。但是，基督教对着为什么圣经讲咱人男女中间有一个界线，为什么？基督教有很大的进步，意思就是讲，你若讲啦，五十年前啦，你去问一个牧师啦，你问讲，牧师，我甲女朋友吼，我还未结婚，我敢会当做一种代志？牧师讲，未使。啊，你问讲，是安怎未使？伊会甲你引导，伊讲，未使就是未使，你听有无？你问这啥问题？都未使都对啊！你今仔问啊，这要创啥？啊，无就甲你讲，圣经讲未使，上帝规定。未使，因为上帝讲的，迄就是敢那皇帝圣旨同款，所以你免想讲为虾米未使，卖问啊啦，都未使就对啦，无啥好讨论呢。以前人对信仰的态度就是安尼，你即马听有啊未？以前咱人对信仰以前的思想较古板，就是信仰就是讲权威的时代，就是讲。信仰就是神讲的，神讲的就是对，你袂当去质疑为什么神要安尼讲，啊，这就是安尼，规定就是规定，就是安尼，唔免问。所以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吼，伫这种威权社会大汉的人吼，我都无啥敢问啦。较早吼，学校老师讲啊，袂当结婚，啊，袂当结婚，我都唔敢结婚。哦，这个规定，啊，袂当留长头毛，迄时阵查甫的头毛拢有够短，有够短。啊，咱唔敢问讲，我是安怎一定爱留遮底？真正袂问呢，啊，就足乖啊！老师讲啊，去剪，咱就去剪啊。迄阵班上有一挂人头毛爱留长长，啊，逐摆教官你也着伫底啊，摕一支笑底咧量呢。你讲你头毛呢几分啊？呢啦，以前讲三分的尔啦，真正摕一支笑去量呢。迄种时代，咱想无讲啊，靠有这种人。老师讲三分，你就三分就好啊，你卡要留遮长，我想无嘛。迄个其实即马回想啦，唔是因无乖啊，是我想讲啊。真正即马来回想，哦，以前咱袂晓去质疑，咱袂晓去反抗，哦，咱就是讲足乖，讲咱老师讲安怎，啊，你就安尼。这是咱用洗脑去，你知无？你都唔人问为什么，都安尼就对啊。所以咱拢混咧，较乖乖乖，敢那哈巴狗安尼，好拢足乖啦，哦，应声虫，什么叫做应声虫？就人讲对无对，是无是，好无好，这叫做应声虫。人问啥，你就甲应好，安就对啊。这个是我以前的这个时代背景，所以伫我迄种背景的中间，我无啥去思考讲为什么，我只有会问讲有啥物规定无，有啥物规矩无。咱去到一个新的环境，拄到新的人，先了解一下状况。哦，什么代志袂当做，啊袂当做，咱唔通做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即摆来回想，以前我读初中的时阵，读高中的时阵，
足侪人老师讲，叫做歹学生。我坦白讲，我即摆回想，足侪歹学生互冤枉的。伊毋是啥物歹学生，伊只不过是伊有家己的想法，伊只不过是伊无想要照你的强迫，伊无想要照你即个公布诶即个游戏规则，伊无要照你的方式去做，伊想要有伊家己的方式。谁人就是歹囡仔？我借问吼，我食薰，我谁人就是歹囡仔？我借问这个问题一个，哈、啊。上规定讲食薰就是歹学生，但是我以前就是安尼想啊。那坏学生食薰哦，坏学生哦，伊是用薰去甲咧烧恁兜去哦，哈、啊，啊是讲放迄个下课时阵，伊食薰食了用薰甲你烫，无嘛？伊家己烧薰烧咧是坏学生，你告诉我。但是以前我拢洗脑洗甲你离离安尼，吼、哦。就是你讲，哎呦，你看迄坏学生，哦，你若讲小怕，你可以当勉强讲这个有可能是坏学生，你嘛袂当讲小怕就是坏学生，是安那咧讲？我行伫路顶，人甲我摸，我毋免甲摸你啊！啊，人甲我拍，我啊推，安尼叫做坏学生？我当时想想咧讲，咱这个社会游戏规则实在是足无合理的嘛，哦，啊，你若讲有人专工无台无就都拍人，迄当然迄是坏学生，但是有人伊毋是伊爱小怕，迄是人甲拍。伊只不过是个害羞之意，有个人只不过人个骂，伊听袂落，伊受侮辱，所以伊个害羞。啊，咱个讲伊是歹学生。我记者个例就是讲，时代真正爱进步，爱进步。所以做些代志，你个看法，你个开始，你个来改变。哦，当你来改变了，你即个真心愿意去遵守。所以人对信仰有进步无？真正有进步，真正有你相信我。不管你信什么教，我感觉整个时代对着这种信仰的追求，哦，无论你家己去找着什么神啦，吼，人啊想要找神，随着时代一转变，最主要是因为迄个权威已经破解去啊。以前权威的时代，拢唔敢问为虾米，哦，讲对就好啊，哦，点头就对啊，袂当怀疑，啊，袂当批评，即嘛唔是。所以你呢，即马过来问一下牧师讲，啊牧师啊，啊我最近交一个女朋友，啊我今日当介迄小，啊牧师讲唔通啦。你讲为什么？牧师就甲你讲啊，讲因为你做一种代志了后，将来你会后悔。因为你两个人无伫婚姻的保护之下，你做一种代志了后，将来这个社会风气会愈来愈歹。啊，最主要是你无伫婚姻的。保护之下，你做迄种代志，你根本无得到真正的快乐，你根本都也未去了解什么叫做真爱，哦，你根本都无享受到得到嘛，你无享受到迄种婚姻的中间两个人真心互相了解，所以牧师甲你讲，因为迄是男女两个人真正非常了解啊，两个人也互相接纳啊，咱才会足自然去做迄种代志的，这是有一个步骤的。啊！恁两个刚已经完全了解、完全接纳吧？伊会讲有啊！我两个人已经真接纳吧？我嘛拢完全了解啊！啊！牧师问讲，啊！恁双方爸母敢有同意恁两个人即卖关系啊？讲有啊，嘛袂歹啊！啊！牧师就讲，啊！你去结婚就好啊！听有无？那像你所讲的，恁两个人已经接肯定啊！啊！就去结婚，手续过来，你要干什么都随便你啊，对不？你时间你囡仔出来，我再分人包给你就好。哦，祝给你祝福的，问题都唔是嘛？恁即嘛两个人讲，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嘛。啊，叫你讲，啊，无你两个囡仔等落，嗯，我那囡仔等落，我都袂当找别人啊。哎，安尼你才有真正的彼此相听，安尼你才有真正的互相接纳，你才有真正的了解。你无嘛，即嘛牧师就比较较讲得出一个道理，互人听起来感觉讲真有道理，互人听起来较了解，互人听起来较愿意来顺服。这就是一种信仰的进步。以前在权威的时代，咱讲国民党那种较早啦吼，国民党、共产党那种极权的统治之下，人其实对权威哦是惊，但是根本都无了解。所以以前的时代，人的信心因为惊，古早人现在要追求一个宗教信仰，因为有十八层的地界。因为咱个将这十八层的地界是安怎，咱个甲演出来，电视有咧演，花灯有咧点燃，哦，啊老师有咧讲，讲你若安尼，就甲你挂机，哦，
啊，无甲你煎过，吼、哦，洗到油倒落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你弹落去，弹落去，然后你吱吱叫，安尼哦，咱囡仔孙拢听听到，要惊死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无乖，带你去爬山，哎呦，真好，无乖，佮带我爬山，爬刀山，迄刀啊拢尖尖，你去爬起哩，爬到你脚底转血，哎呦，那听听到也会所以讲，要信心无？哦，是是是是，一定要信心。无信心，你将来落地个，啊、哦，是是是是。以前的时代，这个神圆的变的，你唔免了解，啊，就信就对啦。所以以前人去追求一个宗教信仰，是出自惊。因为顶一个时代，迄种战争的时代，世界大战的时代，常常咱人出去，厝的查甫用调去做兵，出去无倒回来。贵个时代心灵康熙，是因为心灵康熙才会去信心。但是本身对着这个神敢有了解？实在讲是无了解。哦，朋友，你个想看卖老三讲的有道理无？今日今日有位观众朋友，你信基督教；有位观众朋友可能是信佛教；有位观众朋友可能信道教；有位观众朋友我知影是可能真侪什么信一贯道。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信日本的一挂宗教，因为咱较早捌到日本统治过。啊，有一挂朋友，你可能即马有人可能信佛教，哦，你信天主教，哦，甚至有的朋友你可能信喇嘛教，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即马来回想，无论你心中你即马是接受什么款的宗教信仰，是毋是拢是因为你迄个时阵，当年你咧接受信仰的时阵，你的心中足空虚。所以你找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，只不过是安尼。我若问讲，来你甲我讲你的神星座啥款？来你甲我讲你所认识吼，我即马不管你信啥物教吼，来请你甲我讲你所了解迄个神。真侪人伊讲袂出来，伊嘛唔知，伊只不过当时心中足空虚、足惊吓、足痛苦，所以吼凊彩啦，骂一个神啊，就妄信。跟他讲，心中一空，凊彩骂一百姓，读了才讲安尼，啊，先信才讲安尼，信了了无一空哦，心较在啦，是安尼尔尔啦。啊，实实在在，你对你读了物件是啥物物件无？唔知啦，都巴肚枵、馒头啦、吼水饺啦、吼炒饭啦、炒面啊，凊彩先读了才讲啦。啊，到底你这个物件藏几工啊？啊，无想呢，迄阵巴肚枵就推落呀。吼、哦，啊，这有营养啊无？这有毒啊无？哎，唔知呢。足侪人个宗教信仰拢是安尼，但即马已经唔是啊！我拄啊讲的是以前，咱即马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已经有真大的进步。第二分即个等下了，咱继续。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。人的进步包括着人对信用的看法、了解，爱需要足大的进步。其实自古以来人对神了解了真少，人嘛无啥敢去挑战神。但是到今嘛二十一世纪的时阵，因为科技的进步，因为电脑，因为整个时代的改变，使得今嘛人慢慢慢慢。透过足侪足侪，这个环境甲以前个足大个无同了，人开始会去想，到底这个世间有神无？哦，足简单的举例，比如讲，自从咱这个基因的科技，人会当复制人来讲，哦，咱即马是有这个技术来咱家己做一只羊啊、哦。所以将来讲，人来当家己来制造一个人的时阵，到底有神无？这挑战人对上帝的认识，这绝对是好。因为世间啊，真正有神，伊唔惊你挑战，哦，伊唔惊你挑战。尤其在基督教的这个神，伊完全唔惊挑战。为什么你知无？就简单的嘛，因为基督教是咧讲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嘛。你人，你敢有法度创造只羊啊？你无法度嘛？为什么讲你无法度？因为咱人会做羊啊，是咱爱先去了解只羊啊，哦。啊，先要去研究一只羊啊！啊，研究了，对这只羊啊了，咱才知影讲，这边那个做出一只一模一样的羊啊。
人是 copy 而已嘛，人哪有创造？人并无创造嘛，差别就伫遮嘛。创造是讲对无，啥物拢总无，啊变做有，这个叫做创造嘛。哦，所以人咧听咱咧讲笑讲啊，台湾吼、大陆吼拢共款啊，咱家己无啥物创造力嘛。哦，咱大部分拢是 copy 嘛 ，copy 嘛。哦，你那会遮敖做？你安那做诶？你唔敢讲，我家己来吹，那真够 copy。咱真够去找出这个原因，咱就是相对有一个物件，咱对这个物件再过来个研究，再去改良。咱对这个物件，咱来个 copy。但是你讲拢总无你家己想一项物件出来，咱就较很慢。啊，当然，即卖少年啊比较靠创造力啊。我讲的是以前啦，吼。以前咱的特色就是真够 copy， 咱个海盗王国啊，真够敢 copy 啦。人做到要死去哦，咱一日 copy 就拢有啊哩。哦，所以人外国人足袂爽诶啊！我讲安安尼哪会使？你足无道德个呢？我咧研究到要死去吼！啊，恁退去尔，甲我拆开一下，恁就拢总会响啊！害我拢无啥物款诶机会，通享受我研究这个物件利益啊！我足生气啊！拢常常甲人抗议安尼啦吼！咱即个讲叫做山寨版诶啦，哦，山寨版意思就是讲啊，我都非得就是讲。你无论你买个啥物，我拢会当做会出来就对啦。哦，听讲中国大陆吼，伊厉害伫倒位呢？伊厉害，并毋是厉害讲，比如讲来，我即马做一个地牢啊，伊有法度甲你 copy 甲一模一样，这无厉害啊，这已经无厉害啊。因即马上厉害是啥物？你知道？上厉害是讲，比如讲你买一台电视，哦，你去伊个店。买电视，哦，啊，即马头先就问啊，讲你买什么牌子？哦，你买 Panasonic， 你买 Sony， 看你买什么牌子？啊，以前是讲来 Sony 伫遮，哦 ，Panasonic 伫遮，哦，啊，咱台湾的叫做大同，大同的伫遮，即马唔是，即马吼，大陆伊山寨版甲一种程度吼，你买什么牌子？你甲我讲。我随应付你，哦，我随迄个麦古，我随甲你打起你安尼啦。因为山寨甲这个程度，里边什么牌子拢有，因为伊所有零件伊甲你拆开，伊内底零件什么物件拢有嘛，哦，即你讲，敢若讲你去工厂买一双布鞋嘛，啊你布鞋即摆即双布鞋，你讲这什么牌子的？头家问讲，看里边有什么牌子啊？里边 Nike 我甲你打 Nike 啊，里边爱迪达我甲你打爱迪达。你看你买什么牌子，谁在你啊？但即马恐怖到这个程度啊！但是你讲阿你有搞无搞？但是所有这种能力，并不是创造力。阿你讲你听有阿未？咱人类对信仰的进步，就是讲上帝唔惊咱挑战，因为上帝搞就是你这里这里 copy， 我去做新的就好。上帝永远你都是有法度，搁再做一个新的，那是你想无的物件。阿咱因为只有对着上帝后壁。你做只牛，我嘛学你做只牛；你做羊，我嘛学你做羊。哦，连包括人啦，咱即马地球啊，大家即马咧讨论讲外星人、外星人、外星人、外星人啦、啊。我跟你讲啦，到即马为止啊，所有的外星人，咱无论电影做的啦，哦，啊，咱人家是画啦，哦，拢同款啦。所有的外星人到即马吼，拢走未出咱人对咱家己迄、那个。人的概念，所以咱想到的外星人，同款嘛是有目睭，嘛是有鼻，嘛是有嘴啦，是可能是目睭较侪类安尼尔啦，哦，啊可能是咱的迄个形状跟咱生做无同款，可能加一只手减一只手，可能耳啊较大，耳啊尖尖，可能两粒头，可能较老，可能较矮。你要哪讲？简单讲就是，咱一个人类，咱相信，就算咱相信有外星人。就是咱相信讲，其他的这些星球嘛有人伫遐，但是咱人就是这样有限，你根本就无能力去画出讲，住伫月亮的，住伫火星的，住伫其他的星球的，到底生做啥物款，你想不出来。咱家己用药的画出来的人。拢是用咱即马即个人的概念，落去改良，落去发展，都安尼念念。
所以讲，上帝唔惊你去挑战，未因为咱人去月亮，上帝就讲啊惨啊，恁人人类我都去到月亮，啊恁可能无咩信心啊，上帝完全未惊。你去复制人，上帝也唔惊啦，因为你永远都是复制嘛，你 copy 尔嘛，你根本恁人的本领都是安尼一丝丝嘛，就这么一点本事嘛，我咧惊你咧，你啥意思无？所以讲，人对信仰。因为无法度讲真正安怎去家己挑战，人只有当佮开始来了解这个信仰，来了解这个上帝。所以，亲爱朋友，我唔盲讲，咱大家拢有当足用心去了解上帝，去追求上帝。我嘛唔盲讲，所有朋友，无论你信啥物教，包括你讲你信基督教，可能你信的迄个神，你根本都无了解。你讲你信基督教，其实并唔是真正有。有了解上帝一个基督徒，安尼是足悲哀的啦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咱的信仰嘛爱进步。你要真实有能力去了解你所信的是啥物，这个才是一种认真的态度。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无讲未爽快吼，阿边阿讲。别那个有人用骂的啦，哦，啊有人吼、哦、是用哭的啦，啊有人吼、哦、用这种讲出了较歹听的话啦，吼、哦，啊有人呢是用写歌的啦，啊这到底有什么无同款？邀请一位来宾，请伊甲大家分享伊的心情。喂，拍摄，我伫老三。老三讲讲，无输的节目拍摄，等你再讲。啊，我是伯恩。嘿，伯恩吼，请爱恩的伯恩，哎、欸、伯恩。你在写歌的这个过程，你自己开始写歌是从几岁的时阵？哦，第一届写歌应该是十七岁。十七岁的时阵，嗯，因为失恋。哎呀，想好要啊啦，一日都要到啊啦，对不？你还讲因为自杀叫去用救，哎、啊，我都要不到啊。无啦，其实还未到失恋啦，迄天的代志是安尼、哦。是我一个女朋友，我打电话去引导伊，拢无要食。安尼尔哦？唔是啦，我因为伊有甲我约，因为甲我约束，讲伊会接电话。哦、伊即马伫无闲，伊讲伊会阁打电话给我，啊，我就甲电话安尼放伫桌顶。因为足暗嘛，因为夜深了，十二点可能我爸爸妈妈会困，那是电话亮起来。哦，会甲插着。因会插，所以我另外看，看了电话，伊一亮我就随接起来，随接起来，啊，我就一直看，安尼看一点钟。啊，搁看两点钟，啊，都无人敲电话来，啊，我嘛唔敢敲过，因为嘛是想换，想换，啊，我安尼看电话就空的，啊，就甲第几条歌写出来。什么歌？就无聊的歌，就是刚大概什么意思？就是讲啊，你讲的话那会拢无做到，哦、啊，爱敢讲恋爱是用嘴讲的。哦，啊，我敲电，啊你，我电话空啊，啊，你拢无要敲来，啊，就是搞我心情。那也无聊，那也无聊。这条歌歌名叫食言而肥嘛，对吧？无名嘞，无名。最后讲，你哪呢？我相信你也愈来愈大块。无啦，所以迄阵其实就是将你生活的感受正直接正白话字，对啊，都怎写过来？唔知影安怎讲，啊，想要把迄种心情给写落来。嗯，啊，因为各地。弹吉他，弹吉他，第一条歌就安尼写出来。啊，但是你写这歌词，你敢有 melody？ 有啊，哦，安尼哦，同一时间的作料呢。哦，所以不是干那有歌词呢，连那个旋律我那先煞造出来。我就安尼弹啊，吉他提起来弹。你人到了一个悲伤的境界的时阵，对，真正是潜能无限啊，狗急跳墙的对吧？狗啊，甲无多也爬墙，人甲无多也写歌。真正是安尼，所以迄时你头一届的时阵，你对你人生一个用艰苦一个经验，算是开一扇门，好，你当开始来写歌。嗯，啊，做迄摆了，你就开始会想要写歌吗？啊，是为了怎听足久？蛮袂呢，拢是因为发生什么代志在写。哦，你袂讲为赋新词强说愁，这里啊，因个无代志，隔壁跑来讲，啊，无咱写一条歌。袂，我一定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才会写。就是讲有迄个感动。心中有感觉，嗯，爱想要甲表达出来，对啊。啊，你若通常人问一个问题，你是先写歌词，还是先有迄个旋律？嗯，我是无一定啦，我上个定音的方式，上定音的方式就是吉他配的，对，啊就弹，啊我讲哦，未歹，
听起来就好听，我非常感觉就开始唱。但是词我拢是靠往下啦，拢是先写曲，然后再来写词。先写迄种感觉啦，先该哼哼唱唱该录。所以你安尼写歌这段时间啊，你感觉讲这个方式对你有啥物款的帮助，还是讲伊敢有帮助你更加整理你家己的情绪？伊敢有帮助你怎样变啊？从这个代志来面对，和这个代志过去，有帮助吗？就是感觉像讲看一个相片，你会当看到过去发生的代志。我即马听以前写的歌，我就想起讲，我迄当时，迄当时竟然是这种心情，竟然有这么啊怀疑的时阵，啊这么啊无自信。我会当看到我迄个时阵的家己是这种，敢若音乐纪录片啊，敢若不是我的迄种心情。用音乐咧记录你的人生，然后人讲是音乐日记，用音乐咧写日记，但是伊无遮骨力啦吼，无遮侪物件通写啦，所以是用音乐记录伊某一个人生某一点的时阵发生的代志，迄叫做音乐纪录片哦。所以其实朋友你买当试看卖吼，因为你来回头看，你会发现讲，其实咱人是会进步的啦。好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分，谢谢。